洛璃，你不愿收我为徒，我们一起修炼总可以吧？跟着我修炼可是很严苛的，你行吗？开玩笑，我沐晨可是号称北灵境第一铁汉，有多严苛尽管来。东南方两步，你输了。你又输了。北灵境第一铁汉，你进步了不少。那是当然，我还有新招数没用呢，只不过今天不想给你看。再来。